2017快乐男声强势回归。那么昨天啊，我们介绍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马克西姆，他呢目前是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便打了早班的飞的来参赛。汉语专业的他虽然沟通还有些困难，但是一唱起中文歌便瞬间开启了中文十级的模式。不知道在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有获得评委老师的晋级名额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o here I am with open arms。 在之前的节目中，帅气的乌克兰选手马克西姆给我们展现了他良好的歌唱功底，而赛前就受到众多媒体瞩目的他，会在比赛中得到评委的青睐吗？我叫马克西姆，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的留学生，我有乌克兰国民身份，我喜欢唱歌。唱什么歌？唱歌想你的夜。好，来。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 Bravo， 谢谢，比较好，然后是有很好的一个嗓音的条件。 Good luck， 谢谢，我很想用英语跟他交流一下。谢谢。好，谢谢您。谢谢。不客气。顺利拿到入围卡的马克西姆心情舒畅，主动给我们展现了他独特的隐藏技能，演唱黄梅戏。夫妻双双会要求悄悄默默不离分呐、一名来自异域他乡的选手居然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戏剧，真是令人不由得刮目相看。而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身高1.85米的他还是一名走秀模特。不仅如此，马克西姆还会用12种语言演唱歌曲，并参加过多个国家的电视选秀。颜值高，身材好，态度谦和，唱功强，这简直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啊。而男神马克西姆对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我喜欢中国，我喜欢中文，我喜欢中菜。对中国如此喜爱的马克西姆更是自曝想找一个中国女孩当女朋友。我想唱中国女孩，中国女孩美丽善良。哎呀，这话真是说到中国女孩心坎里去了。那就祝愿马克西姆可以如愿找到美丽善良的中国女朋友，也期待她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我喜欢唱歌，唱歌是我的生活的动力。I'm a super boy。 快男新鲜度，王吉宏、方豪伟为您报道。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想你的夜，我知道你的夜。我觉得你的声音更适合唱一些摇滚的类型的歌曲，有没有 ？Rock Rock OK。Buddy, I'm gonna make a big noise, rain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my eye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come on, everybody. We will rock you. Woo! Woo! We will rock you.
like you, come on, everybody. We will, we will like you. Woo! Woo! Yeah! Woo! 好，谢谢，我们直接给结果，好不好？直接给。